个人系统性的来讲说，我们在讨论议题跟公共决策的时候的各个环节哈，那不只是作为审议的一个主持人，更是作为中介者，那我们来听听他这几年就是新的观察跟这个分享，掌声，谢谢。好像有时候政府委托的计划，他做完了就
给我，很像那个老师现象。然后，可是那个事情就很棒的，我因为对我来讲，我是政府的外部者，其实跟政府的合作太多次之后，其实也会有玻璃心，就是会觉得说，再这样下去，真的有办法改变吗？那如果我有一次，收到这个某一个地方政府，他们办完了大概14、15场跟民间团体的互动，最后还做了一个全市的审议之后，他写了这封信给我。那这个时间关系，我只想念最后一段。他说，他希望我们这些外部者可以留下来帮助民主审议的 DNA。未来不是哪一个政治人物当市长，只要那个政治人物愿意推开放政府。他认为，其实只要能打开了，就很难再关起来。即便一年只有一个案子进去，那但是这些留在体系里面的常任的官，不管是低阶或中阶的，他们可以顺利推动政策。然后等如果门开启了，届时他们才会准备好。可是其实你看，阿杰先生知道审议中的政治的问题，就是高阶的长官们在想的到底是真是假，但是这边我就不说太多。反正我要讲的是，其实 GDP 让我感触最深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 Co-work 这件事。那 Co-work 如何 open the door？ 但我不觉得只有技术者跟工具人互动就好。我自己会觉得，不管做审议，或是下一个阶段的 open data。我都会期待沟通系统不是只是找我们这些技术者，而是透过我们这些技术者可以好好的跟你认为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好好沟通，让他们至少有一个对等的场域，好好的把事情把话说完。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跟居民这边互动之后收获最大的是 Co-work 这件事情。那还有一个时间点，我觉得在台湾推公民审议对我来讲是刺激很大，是一系列318的运动。那时候其实我长不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在青岛公路这样坐着讨论事情。然后主持人要做的事情不是把意见收集好，而是请大家一定要喝水，一定要撑伞，不要中暑。然后在浴场内还有晚上就是搭着帐篷一组一组的讨论。但是每一个讨论的模式有它背后的政治的影响，我所谓的政治也包括启动这个审议讨论的一群人跟这个运动核心的决策者的关系。所以呢，那时候本场的会议主持人阿关，他都会觉得说，哎，我们刚才看的那一种方式好像都很欢乐啊，或者是说都是在谈一些政府要怎么样，或许我们想要谈的更大，甚至对一些运动的本身有一些反省跟批判。所以也有另外一种讨论的模式，是透过华尔街的手势。但我想要给大家看的是，如果你现在再回去看哦，这边是立场，每一个空间位置都有不同的人在那边进行审议讨论，他们跟整个运动核心决策者的关系亲疏远近，论述也不尽相同。可是他们都在审议跟讨论者。那我想要讲的，也就是说，318之后给我看到的是，人们聚集在街头，不是只是睡觉拿物资或者抗议或者听短讲，他们会开始一起讨论，甚至他们，我超常讲，我怕我会破掉。很多时候，我想看的讲来听，也不是非凡或成为，你还想把我赶出去。他们想要的是，我们在一起来讨论，说我们到底可以一起做一些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场上的人们是想要一起讨论，说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什么。所以在那个现场，有很多特别的过一起的人，他在商讨着讨论。然后我看到的是，审议讨论的启动有很多背景的因素，而每一个讨论的模式有它的特色，有它的限制。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去理解为什么大肠花要骂干员工讨论的成分在那边，建民解放区会在那边，在那个系统里面它存在的政治脉络。那我要讲的是，对318对我来讲，它其实是开始了九合一选举之后，政治人物开始会把一些好像看起来大家不用再喊的 keyword 放在嘴边之外，它在里面其实有展现了很多，我觉得在当社会运动碰到审议民主很精彩的东西，但是它也有很多的矛盾跟紧张关系，只是我今天没有时间讲。那有趣的就是说，2014到
到二零一六之后冒出了这一堆看起来非常大亮漂亮的名词，什么连国民党、民进党都要加“开放”两个字啊，然后离台湾之后你还有 IOT 呢，或者是参与式预算，现在参与式预算好像都变成几个县市政府在比赛，谁先把火箭射上月球，在比速度哦，然后都是脱离以前让人们来提案的模式。我不是说这样不行，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想得更多？那我们每个县市政府，台湾做参与式预算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些喊出来的关键字，真的让台湾有一个新的政治形态的格式吗？还是说我们只是仰望着某一个政治人物，然后觉得他可以带领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往往我们又是期待落空比较多？那这时候我觉得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在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表，还是我们被更往里去 push？ 表意是什么意思呢？我跟秘密不谈过了很久，我们想要用一个概念来谈，例如媒体的报业。表很像是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新闻报道里面的内容，或是杂志我们看到的那一篇一篇的文字标题，然后照片，可能是一个讲者或是一群人获得了不同的观点。可是这是谁在决定？这个是记者吗？他不是哦，他背后可能会有一群人，编辑台，他在决定我这篇文章要怎么布局。他可能想的更多是接下来的政治影响、权力影响的关系。对我来说，审议包括前端的开放资料跟后端连接开放资料，也都有你跟表的问题。好，那我接下来想你跟表的问题会以，应该是去年吧，也是 OCF 找 Lumi 来台湾，然后我跟咕噜一起弄了一个叫咕噜的。简报，我有一首总结曲，那我现在有想到一个简报。大家可以上去看咕噜的简报，我把各种的工具做博主化的分析。那我接下来会用三个表来看表跟理由。我想有面沟通行政的，大家都会看过一个政策的过程，会有这么个阶段。但是我想试着用白话文讲。第一个问题认定的是什么？通常都是公务机关遇到，那就有的长官想要做啊，民间团体在反映抗议啊，议员立委质询啊，出台下啊的问题。那第二个呢，是开始要做政策的规划，可是实际上真的是一群人技术官僚找民间来谈吗？可能往往更多的时候是安排跟我们不要出去研究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很多的部门不是，但我碰到的部分的部门是这样。处理吧。那再来政策的话，可能会分几个部分，有的可能在县市政府是市长或首长可以拍板，在中央是行政院长或是局处首长、部长。那有些是要受议会或者是立法院过关啊、那是不是要开始做了？那有些是政府自己做，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拿好多的标案一直出去。然后第五个呢，就刑法了。又有人抗议了，那但是政府部门，特别是中央，前一波最强的是清查出有舆情的，又有舆情的，大数据跑出来啊，我们的弊病，我们单位被骗到了，所以呢，要开始做沟通啊，或者是要出事情了。但是那个可能不一定我这边有说完整，但是大概可以这样去想象哈。那如果政策如果怎么来看的话，对我说那边，对我而言这边是表示叫做。基本上前面已经被给定了，我们通常只能在政策的末端去进行技术的植入，甚至有时候是军备竞赛的展演。那我是说这样不好，还是有改变的空间？可是更多时候我们要去处理的是问题的认定跟政策的规划，也就是先期决策的议程设定权。那我想跟各位讲的是，其实我看到很多的民间团体，他们在 fighting 在处理的就是这一块，他们在 fighting 在处理的是这一块，或者一直在讲的是有没有可能让政策更早期就可以让意见也去进去，而不是永远我们只能把什么东西打下来。那第二个呢，这个图表其实是要作为一个脑袋里面只有 IOT 的市场看。
去面对。那对我来说，这两块比较像是表。对我来说，理是前面跟后面的过程，而这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个是就一个技术者而言，我觉得我们在做的表就是呈现资讯、执行某种形式、工具的审议跟讨论，可能在实体或网络。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到底有主持人跟小编，网络上的小编，我们可以介入多少？我们是不是可以很愿意去面对那个实际存在的政治脉络？我们会不会做判断？我们会不会做思考？我觉得反而是更深层。如果审议也是一种技术，如果开源也是一种技术的话，我会觉得我们下一个阶段可能要更往那个地方去迫使。所以大概是以这三个架构，我想接下来用也是台北市的案例。我先说台北市，其实现在的公民参与很纷乱，但是因为这个案子有好心的首长愿意做，有基层非常愿意去付出时间去把它编列起来的基层承办或公务员，所以我想介绍这个案子。但其实有太多不是台北是天龙国以外的案子，应该要跟大家说。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题目是什么？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我们在谈的社会住宅或公共住宅，以现在的法规，每一个县市政府其实它会有10%是给所谓的低收，也就是住不起的人。可是民间在台北，或者是跟更多的团体，他们跟台北市政府多争取到了20%。那问题就来了，这20%到底还是要继续给住不起的人，还是其实他们是住不到的人？住不到的人意思是指他可能可以负担得起租金，但是在租的市场上，房东不会想要把房子租给他的人。举例而言，独老的长辈。举例而言，多人的障碍者们，所以我们这一次就也是像刚才 PPT 跟小红谈的，也是跟市政跟社会局讨论，先把他们这个栏位是什么，把他们的一次开过的会议的资料放上来。然后呢，他们之前其实还做了一件事情，他们问了到那边应该是50几个 NGO 学者，把他们对社会住宅，请注意。社会住宅，我是涉及到政策工具实质分配的问题的时候，你的主张是什么？同时是先向他们询问你愿不愿意匿名，或者是直接公布的组织，然后把资料 open data Excel 打出来，然后再来做的什么事呢？有预备的会议，找了不同的团体，可能涉及到障碍者团体，可能涉及到机构，可能涉及到关怀老人的，还有可能是妇女团体。特别像对弱势或单亲妈妈等等，他们一起来谈。其实这个预备会议用我熟悉的语言叫开花，就是发散。为什么？因为题目是被给你的，就是谈到20%。可是团体呢，其实有更多更进步者的台北市政策工具，对于住房屋问题，好多像租金补贴等等。你在哪里认为应该一并开始谈，而不是只是在这20%每年有限或者是不定期有限的房屋上面去讨论而已。所以这次预备会议完之后，社会局也同意，那我们再加开一场，把这件事情谈清楚。可是这个方案并不是只有这样子，之后他还会做什么？他会请首长雇了2段，但我们管有类似2人包，在 YouTube 上把他们要谈的议题说清楚，把要经过的程序，最后会怎么做的一些决策说清楚，然后放上昨天 Kitty 讲的国发会未来的 Journey 的这个平台上。所以它的实跟虚，不是说我一次性的会议有用的什么前面用的 PowerPoint 收集而已啊，或者是说我当下用的一个 slide 或是 paper 或是 Kitty， 不是。他在看的是一个政策从头到尾的过程，我有一个虚拟的地方基地，把所有的资料放进来，我们也有实体去挖掘到不同的人。但必须要很诚实的说，往往在网络上跟实体会参与的对象不尽相同，但也不可避免的是，有时候网络也会再次重建实体的动员，都有可能要看那个议题的状况。所以我要讲的是社会正在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非常感谢是社会局
基层的公务员，因为会涉及到不同的科别，陈市长说不同科别的状况不一样，立场也不一样，基层最基层的那群人跨科别要怎么合作是很辛苦的。好，那这要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的基层公务员。那以他们的案子来看，我们来看他们在哪里，他们没有问题认定，因为他们的问题是被给定的，他们没有办法突破二十趴更多的讨论。再来，他们的疫情设定跟研究调查，研究调查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看过背后民间团体用的一些资料，政府是没有的。那我想，这个其实发生在台湾很多的议题上面，然后他们也不是要用台湾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是好的，因为有些议题是涉及到特定的利害关系人，你把它丢出来，让一堆一特定的工作来摸底，这真的好吗？这可以被我们好好的来讨论一下。那他现在只进行到资料收集以后，接下来要放到知名的平台上做虚拟，也会开两场不特定工作讨论的内部说明会或者公民论坛，接下来还会有又回到我刚才谈的不同利害关系人，他们再有两个场次好好做实体的讨论，而所有的资料都会在刚才呈现的黑公文上面。那对我来说，我也没有办法去更清楚的处理政治脉络的问题，因为我处理不了这个题，我连挨个都没有办法说服他，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放在那边。但为什么我们想要跟社会去做？因为我们想要走出一个 model， 走出一个优规，希望未来的秋林，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者有可能立法院要用这一套系统的话，他在前期面对民众的沟通，可以至少做到这样子的程度。我再告诉一件事，其实这几年我一开始因为公部门的培训变成年轻的主持人，然后在台大、政大一些学术的单位里面做 assistant， 协助老师们完成他们那么多的标案。开始之后面对民间团体，这一两年有很多的机会跟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互动，我必须很诚实的说，两边真的资源非常的不对等。每次我开公听会或者去协助处理一些文字或工具的程序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会非常的深刻。可是往往他们都会有一个长官或者几个长官在后面决定了，所以我们现在进去多数只能处理表层的问题，就是刚才那三个结构表层的问题比较多。民间的部分其实是需要更多人，然后因为民间在发言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要把东西打下来，或者在做更深层的问题诊断，要处理底层的。但是事实上呢，对不起啊，就是公务体系会有一些资讯人员的资讯中心，先不管他们也，我相信他们也做得很辛苦，也遇到很多的问题，不然就有知道他们也成立了一些自救会。但我想讲的是，至少有这群人，可是各位知道吗？在台湾的 NGO， 就我有限的了解，只有300个人。大家听到我的意思吗？几个县市政府会所有的加上中央有没有至少超过33个分会？如果有一些资讯中心或资讯委员，或是台北市还有资讯局，可是只有司内会在 NGO 里面，他有办法全职的养这样子的人在里面。好，所以对我来说，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努力的是，我们下一个阶段往里去好不好？努力一点，一起。然后看很多政策不是一次性的，网络的阶段收集一天就结束，或者实体的一场讨论，我们怎么思考很多的事。然后我们可能也必须开始去思考审议的政治、开放的政治，还有政治中的审议跟政治中的开放。最后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以前同样在那边的 meeting 有个我的闺蜜，她是台大，对不起，跟我们政治系的陈俊老师，他每次碰到我都会加好。你现在有多少比例的时间是跟公务员互动？有多少比例的时间是跟民间的团体？其实问题是很重要而且很深刻的。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观察可能不一定精准，在公民参与或是data这一块，比较有能力或是比较多来找居民利益合作的，可能是公务员比较多的系统。所以我更希望说，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民间团体来互动。所以我跟阿关
就是啊，想说我们最后来做一个 NGO 企划，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毕业的过程，黑客松比较多，各位都是在那一天大四的时候有人来提案，然后各位就是大脑都会跳开嘛，就是去看做什么事情。可是我觉得跟民间团体，可能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一起挖坑。我最近有几次的机会是跟 Wisby， 然后跟一些环境团体做一个 Open Data 的工作嘛，其实他做两天，从把 Open Data 讲清楚，知道政府的状况，大家一起来思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真的是透过 Open Data 还是可以怎么做？就是从一个 brainstorm 的过程。那我想这个也必须啊，这个也必须。所以我就想，开了一个黑客，然后希望说接下来可以，真的做到的是。让民间团体有更多的机会跟各位技术者一起互动。那我觉得面对民间团体，很难让他用三分钟把他从价值他要的工作在一个 Excel 里面把话说清楚，那真的很难。那更多时候，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面对的社会复杂，也不是那么简单。更多处理的东西可能会从很大很大的东西，然后要去梳理，然后再思考技术可以怎么去处理。所以就是我大概讲的一个内容，就是谈现在看到的状况，然后身为技术者，我们可以怎么思考，或是在努力一起多做些什么。那也谢谢这些人，他为我的口译搭档，这一场 talk 的翻译，谢谢。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在这边感谢他。那嘉豪非常有系统的帮我们整理了，就是这个重建政府里那边有吗？来，好，我想问你，你怎么说服这些市政府？因为他们市政府里面应该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必做，或是有点太保守，我都不懂。那你怎么去说服他们？我先说一下哦，就是通常会来找我的，就是他想玩真的比较多，因为其实基本上在蛮多县市政府知道我的状态跟个性。像我就讲一件事，某一个县市政府他是做 open data 的，然后我的朋友就问他说：“哎，怎么没有找嘉豪啊？”因为他们之后要办一个一系列的行政程序上的事情。然后那个承办人就说：“但是我还搞不清楚我的长官是玩真玩假，我先不要找嘉豪。”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基本上会来找我的，他们自己会先做一个过滤的。然后第二个是，的确，我刚才必须说清楚的是，其实如果我们要主动去提案的，成功率不一定有那么高。基本上，我们面对一个县市政府，我们要处理三个层次的人，一个是首长。一个是中间主管，他有时候可能是科长或者是专员，然后再来是基层承办人。我们面对这三种人，其实要有很不一样的处理。然后更多的时候是刚才谈的里应外合。那我真的今天很想跟大家讲一件事，那些里应外合绝对不是只是我们这些技术者跟公部门。我做更多的里应外合是民间团体，我们先谈好。我们到底这一次，你面对公部门一次一次的求解范围是有限的，我们要处理到哪里？然后跟外部也有一定的力量。我要诚实的说，我们今天在谈很多的问题，包括 KD 他在谈的自己免疫细胞，如果都不是外界有一定的 push 力量，我们今天在这个场谈的很多体制内的开放资料跟声音，它是走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技术者的我们一定有很多的累积，是更多。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去说服了他们，是因为外面的民间团体跟公民社会的压力够。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只要有体制内的成就够，外界的那个公民社会，即便是肉身的占领，它的存在都是有很需要的意义。那很抱歉，我先讲到这边。好，那个我们要感谢嘉豪给我们一个，就是如果重建一个新的政府，就是这个公开的这个开放的空间，应该是什么样的想象？